这把我划水了，出了三台卡车上都被打掉了。啊，是吗？是吗？对，出了三台卡车上都被他弄到后面的那个轻甲给干掉了。啊，就轻甲坦克是吗？还是那种机枪炮、机枪车？因为卡车上没有近战防护能力。哦。我发现臣妾前期很强，这个中期就不行了，得赶紧换兵种了。今天人多，那我觉得我们可以打一个。刚才那头其实有点大，这个就没有补人车，这个补给太慢了。要不要来个这个大图？试试。哇！我觉得试试。我觉得可以，说实话。你这个不出补人车，看来是不行了，这。啊，对，是这样的。而且很对称。我想想，哦，这个图我打过啊，不行，这个太蛋疼了。哦，就是太蛋疼了，就是他的那个蛋疼已经让我可以忽略到他的好玩。OK， 那就换一张。那个德军那个单词怎么读啊？东德那个 V 什么 Marsh？ 这是新地图吗？这是什么图？这个应该是个 workshop 的，这有点像那个之前打过的一个类似的，一个类似的是吧？但是这也是三个桥，是三个桥是吧？四个桥好像是，好像没有桥，没有桥啊，不管了，我们去打这个看看吧，不重要。嗯，蔡老板打英军，我也想打英军，我也打英军呗。就我再试一把成绩，但是我觉得我这次得早点转这个装备。英军呢，我就出，我看一下。英军我出一个 commando， 加一个。哦，对，上把的传单炮没见着啊。哦，那个传单炮要他要那个，他要就是进攻的时候，然后对对方步兵比较用。哦，然后我的政委基本上都在他能发射传单炮的范围之前已经死绝了，略微尴尬。就是苏军靠前指挥的光荣传统。啊，对，什么政委冲在最前面是吧？哎，这次俄罗斯打乌克兰，前线拢共20个高级将领，现在死了四个，死了四个是吧？对，死了四个。我觉得我看你发的那个了。对，我觉得应该美国人肯定在后面提供情报了，就是比如说他位置在哪，就定点清除嘛，就偷，就比如说听他的对讲机啊，然后破译他的那个通信啊什么这些，有可能，非常有可能。嗯，我觉得基本上就是北约和俄罗斯正面对抗，但只不过就是，对，只不过北约在用乌克兰的兵对抗。对，因为他这种他美国人搞这种定点清除经验是很丰富的。
在这种狭窄正面冲突，英军的攻势就非常有用。啊，有道理。蔡老板，你说对不对啊？哎，你现在好像也说不了话，但是你肯定是同意的，对吧？你就欺负他说不了话是吧？yeah。我操，这冰天雪地的，是不是也是有这个大雪，然后要做建火堆的？对，我看最左边是 Daniel， 我对，然后是蔡老板，然后是我，最后是 Wolf。对对对，那我觉得最右边那个胜利点别打了，就打左边两个，主打左边是吧？行，对，就是右边你守住这个油料点就是，因为你那边其实是个劣势，嗯，有点劣势。关键是支援不太好，不太方便支援。哎，等一下，河神动起来了是吧？蔡老板，我在我们两军交界这个位置修了个奶站。我虽然听不到你说话，但是我觉得你应该说的是修得好。你是在？那个，这个双有没有支援一波？我靠，有点撑不住了，我这儿。哎，那你撤一撤，撤一撤，撤一撤，撤一撤。我在你战线右那个侧后方再修一个迫击炮。这一撤就回不来了。哎，蔡老板，不要往前推了。那个左路 Daniel 很需要支援一波。Daniel， 我能帮你的不多，我派了一堆步兵去帮你。好。好好，哎呀，
右边好像也不太顺。哎，蔡老板走路有没有来帮一把什么的？我看一下。你们哪边需要奶站？你们那边需要奶站吗？下路有了，谢谢。OK。我得去帮，我看一下，对，我得去帮护符打一下上半路的。我发现我跟他应该是打上半路的。尽快组织兵力进攻吧，反正。被他们发现了，哎呀，然后也没有，我操，我前线那个阵地没了，我操，我也没了。我现在很需要那个燃烧弹。我这边正在修一个碉楼，但很慢。我们要不要重开一把？可以。还有戏，虽然我觉得这个难度很大，但还……我这个电脑是真人吗？这秀的我一脸蒙圈，简直。
对，电脑的那个他们出步兵啊什么那些东西特别快。犹记得我们上一次是打什么图，觉得电脑不行了，然后被电脑干翻了好几把。对，是不行，我先退了，我是真的不行。那行吧。感觉沉浸还是不行，不打沉浸了。对。Nice. OK, 那我是左二。OK, 那这次我是分别是我 Wolf, 然后蔡老板和 Daniel。对，我这次作为动作决定不拍基地，好吧，直接就靠机枪来防守。但那瞭望塔是可以用钱来开视野是吧？有这种好事？我记得上次好像是这么说的。瞭望塔在哪儿？不是瞭望塔吧？对，视野比较大，但是似乎那个太靠后了。OK。这是啥情况？我来，哎，不好，我把那个东西拉过来起火堆，哎，还起不了火堆耶。
那门 AT， 丹尼尔，你记得帮蔡老板防守一下，他上路那个暴露的面有点大。上路？右路，就反正这边，他这边压力有点大。我一直防守，对，我这四五顶机枪，好吧。我操！不给力，牛逼！太强了 ！Never mind， 当我没说。好 ，AT 来了 ，AT 来了。沃夫，你可以把这边这个机枪撤掉了。OK。这个架设有没有人能处理一下？我有 Mortar Team。我离你比较远，可以攻一下。正在这里修迫击炮基地，我在反击这个位置，很好，很关键。哎呦！
啊，对面这个迫击炮必须让我来制裁一下。我好像炸不到他，我操！我很奇怪是，凭什么他有我们的视野？我正在炸弹，我正在炸弹。这边有捕人车可以蹭吗？来一辆。哦，我这个地方有个奶站，你们可以随时过来奶。哦 ，OK。蔡老板，我帮你这里修一个伯福斯炮。你有没有反坦克炮？可不可以拉一个到下面这边来？哦，来了，来了，有。这边很难站。这把的差距和上一把的这么。我操！我下路这个胜利点可能需要……没事，还有30几分钟，30几秒。Oh, nice.
就完全我们这个算是前期就胜利了。对，没有拖到后面。我坦克还没出呢。我也是。运气很好，一开始就抢占了所有关键点。再打一把，还是你们要撤了？我可以。都行，可以最后一把。对对对。哎，玩了一张好图。哎，这个图感觉有点意思。不对称分布，哎，是吧？嗯。啊，可以试试。哎，都打德军了，都打德军了，我也打德军了。那可以打随机吗？所以就是三个胜利点占俩，我不知道哪边是优势，是不是两个点在一边的那边是有点优势的？对，我觉得是，因为地图上面分布来说差不多，两个点在一边，其实就是抓紧时间守桥，不能漏人。哎，等一下，两个点在那边有四个油料点。啊，对。哇塞！哇塞！哇塞！优势好大呀！哇塞！优势在我。但你别，万一看图再说，说不定不一样。对，看怎么分的。没事，我们有蔡老板，他有那个小车。嗯，我们还有这个蒋哲啊，蒋委员长可以给我们空投首令。空投一字长蛇。击其尾而守之，击其首而尾之。哎呀，专业专业。这是什么情况？我看一下。那我我说哪路？来来，左最左边 Wolf， 那 Wolf 你打这里，行。然后，我呢？我要 Daniel 打这里 ，Daniel 打这里。好好好。然后我打这边两个，然后最右边给蔡老板。跟我想象的不是一样的，他这个敌人是不是分散开的，而我们是聚到一起的？对。我再说一遍，蔡老板打这里，然后我打。Daniel中路，嗯。对对 ，Daniel 打这里，然后 Wolf 打最左边。好。那这里呢？那你来负责是吧？嗯。对，这边我，这边我。哦、哎呀，那真是优势在我呀！我们是上半边这个资源点很多呀。对，就是首先你得站着点，你懂吗？就是。嗯。这图很奇怪，可能有点蹊跷。不知道。Octo, ready weapons. We're ready to move. Target secure. Stay alert. Driver, forward. If you need to, forward. Move out. 哇，这图是真的大。跑要跑好半天。
Driver forward. Long range move.是这样。而且这图居然人口只有100，很分散。Execute orders. This time, go easy on the clutch. The battle is about to commence. Get the money down. Enemy fire! Enemy fire! Move! Move! Supply half track is in action. Standing by for setting of command post.Command has been set. The static post is now in operation. Prepare. Commander abilities ready. Go ahead, displace. Structure is up. Quickly, we need to secure that area. Anti-tank rockets on the field.To move. Make good your weapons. Get the mines down in this area. Bargain ready. Displace to that location. Keep the RPM up. I don't want to get stuck. Not engage unless fired upon. MG-34 squad at hold. Regimental HQ for mechanized units will be here. Support package incoming. 反正咱们很缺油料是吧？对，我在建那个油料点了，已经。是不是右边需要支援一小下？我这里漏了一队人进来，你们如果有多余的人力，可以帮我肃清一下吗？大概在这个位置。好，我来，我来。对，因为我这里两个桥，我这里难度有点大。要不然我帮你一下。是啊，你这桥挺多的。对对 ，Daniel， 你过来就行了，你过来就行。哎，那我就先往这边守着点。
我操，这他妈是什么？去看一看，我也去看一看。我操！什么？我的车！我操！我日！我也日！我操他妈怎么全从我的桥这里来？我操！我醉了！因为我们拦起来了。我来支援，来支援。而且这图比较大，就是反应，就支援也要花些时间。三人在这趴着干嘛呢？这是他被那个谁的机枪压制了，被你的机枪压制了。我操！我他妈这里有个谢尔曼！我操！进个方块，你干谢尔曼去吧，干谢尔曼，我操他妈！哎，这边是不是要撤一下？我这边后面漏了两个坦克进去，我挡不住，我这里没事。哎，这是什么东西？滑翔机是吧？滑翔机可能是你要不弄一下？从天上可以掉下来啊！太变态了！对。我赶紧祸从天降系列，这也可以啊。我操，我他妈这里有点顶不住了，我操，那边咱可以离开。那四号毛就来了，四号先上线去了。我这边被突破了，我们要不要重开一把？我日啊，不用啊，没事啊。你有丘吉尔的是吗？你看我这儿啊，就我、还行。我四号正在赶上，赶到战场。对，我们这边四号都蛮快的，可以考虑一下。行，我的第二辆四号也到了。第二辆 OK 打。刚才那队那个敌人的兵不见了，跑哪儿去了？也没见他继续干别的什么点。
哎呀，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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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气客气客气。哎，这边又开始在这搞事了，这。我的兵现在赶过去。哎呀，四号有点扛不住他的这个炮火。我操，这是什么东西？我等一下，我忙一下我那边啊。我四号到桥头了。哎。哎呦我的天，我这里有个步兵奶站，我掉了两辆四号，能不能把这桥炸了，这桥能炸吗？是吧，我没有炮兵，主要是我攒点资源修个那个炮吧。八炮是吗？我也可以修，其实。OK， 我在修炮，我在修炮。沃夫，你小心一点，你那边。
Keep the RPM up. LEFG 18 howitzers stand ready to fire. Firing south on target. Eyes up! Ready for action. Drive, give.操！我这个好像还不好攻击桥面。是什么情况？这是现在把两个炮都架到坦克脸上是吧？冲锋啊，把两个炮。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我这边我只能专注在我这边了，右边有点顾不上。OK。没事，沃夫，你守好你那里就可以。OK。这 AT 跑得太慢了，这图也太大了，跑到红林马月才来。豹子来了，豹子来哎，我有点跟不上，这个路途实在是太遥远。没事没事，哎，好 ，OK。
我这桥断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哦，nice, 我知道可以怎么炸桥了。要不要帮你们炸桥？啊，不用不用不用，没事。不用不用。哇，看到 Daniel 帮我修了个八八炮，我非常的欣慰。哎，蔡老板，你小心一下，你别路啊，你这个桥是好的，对，你把你坦克撤一撤吧，我们这桥头可以守了。我看到 Daniel 给我修了两个八八炮，啊，因为我也没什么事儿了，已经。我的内心十分的感动，都是小意思。哎，哦，你这边这个桥，我操，可以堵起来了。毫无动静，对，没有发过异象一弹。我操，我就说怎么，感觉我被针对了。我就想问刚才那一炮是谁崩的，我操，太解气了。你赶紧修坦克，这坦克快要凉了。坦克快要凉了。哎，这个 Wolf 背后有二五仔，我帮他搞一搞。那个破碎的飞机就意味着它降落在那儿了，是吧？对对对，滑翔机，对，就是以飞机为代价降落。哦。我希望它有个巡逻的功能。
哎，是不是德军跟坦克基本都能坐下来啊？啊？什么？德军坦克是不是都可以坐下来就不动，然后增加火力？对对对。哇，这个炮是谁叫的？牛逼！我叫的。牛逼！哇！我操，这个炮击我吹爆！我操！这个炮击哇，牛逼牛逼牛逼！我就是靠这个把桥给炸断的。牛逼！我操！你也要把他的桥炸断？没见过，没见过，没见过。感觉这是这个大和战列舰上的460口径炮。对。哎，但是大和号这个不太吉利。那就是这个伊阿华战列舰上的这个406毫米炮，好吧？说的对。我觉得我得在这个势力里面常驻一队兵了。他滑翔机就降那儿。这边能不能给个视野？哎，有了视，哎，有视野，给力！哎，这边撤一下，这边撤一下。你先把这个两型的送掉吗？我要修吗？啊，你还是感觉这图设计的很奇怪。那他这个这么不对称，地面怎么打？现在我可以非常自豪地说，优势在我了。在人家面前修坦克，是挺强的。这个优势确实在我了。哎，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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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炮了，打炮了，打炮了！哎，撤一下，撤一下，撤一下！哎，撤一下，撤一下！啊，蒋老板的豹子啊！哎呀，找到这个图这么资源丰富，应该用那个空军的那个指挥官，全是炸哦，全是炸弹是吧？对，一轮炸弹啊，300弹药没了。但是爽啊，是吧？Drive field.
哎呀，幸好有各路战友抬我一手。哎呀，黄山西看到他降到哪儿了？好，那我就去了。我们这里是这个叫什么弹药消耗战，你那里是敌后治安战。同一个战场出现了不同的战争形态。可以可以。被你打没了。这有一个逃兵啊，最喜欢看的就是逃兵被杀死。哎呀，滚楼梯了，尸体还在滚动。我截了个图。眼睛还睁着。我靠，你这个细节怎么听着这么惨。就是 Daniel 这一路就是日军甲种师团当中的大阪师团。什么？啊，就是大阪师团是一个非常幸运的师团，就没打过什么硬仗，然后大家都、对，都完好无损的回到了家乡。然后打仗也不认真打，就是和当地反抗军做生意。什么？做生意？对，你可以搜一下，叫大阪师团，特别搞笑。感觉赶上那个什么车臣了，车臣据说到了那个乌克兰以后也不怎么打仗。是我看他那个都是打酱油是吧？对，发抖音朋友圈。这个轨道炮是不是光有视野还不能放，还得要有其他什么条件？有视野就可以，可以在敌占区放。哇 ，Daniel 这个桥头堡真的是，这边是不是要抬一下？一个四号，一个黑豹。啊，没事，蔡老板的装甲师在源源不断的。我想问一下，这个是谁炸的？刚才应该是我炸的。对，应该是我炸的。你把我的地雷都炸光了。我跟你说，沃夫叫的那个炮真的是卧槽！哎哎，大阪师团遇到了！哎，不太对，我去赶紧支援一下。我发现了这个轨道炮有个问题，就是太有延迟了。对，它延迟非常高。走好一阵儿。这是什么操作？
你那边桥断了，但是你那边好像还是可以过河的。对对对，它是有浅滩的。但是没关系，我有一个装甲团正在路上。有一个装甲团正在路上，在非常具体，有没有？它不是一个师，不是一个旅，它是一个团。哦、啊。这个坦克射一下，卧槽，这个炮击牛逼，崩着我了，也崩着我了，我的机枪还在地上，哎，我的妈，炮已经三星了，嘿嘿嘿。来看一下丹尼尔这个对面会不会有别的东西，等一下，乌夫是苏军吗？德军啊，他是德军吧？哎，你知道的那个炮是个什么东西啊？那轨道炮，railway 什么玩意儿的？我靠 ！Railway artillery。Artillery support。哦，那个 railway 那个是吧？嗯，对，但是那个就是只有三炮，我觉得还是那个斯图卡那个空中轰炸牛一点。哦。
那个滑翔机挺烦的。看到 Daniel 另外一边的那个防线，俄军的装甲有去无回。哦，这个铁桥也是可以炸断的。对。哇，你这个一发，哇，太牛了！Daniel 这边这个桥断了，我直接。对对对。哎，你这也是，你这个能断，你让人炸不断。你那边那个。就是右侧这边啊，没有血条走。对啊，我这个，对啊，我这个也炸了好多次，好像没炸断。对。哇，这个轨道炮，哇！哎，我感觉治安这样好烦啊。我想这个地图是不是设计的就是敌人离胜利点很近，虽然胜利点对他们来说这个易攻难守。下次我也要点，我操，太屌了！他就是伴随着那种轰鸣声，对，感觉很牛，然后画面也在晃动，视觉效果还是有一些的，对，而且 CD 短，主要就是很烧弹药。每次我看到这个东风突击炮，我感觉这个噼里啪啦一顿响，结果
人没死几个。哎，这边撤一下。啊？啊，没事没事，咱们快赢了。对，我正在派个四号过去，我。哇，这把打的真的是，我觉得咱们可以再试一下当对面看看怎么玩。哎呀，感觉蒋老板最辛苦了，一个人打四两三家。没有，主要是你们帮我抬了一手，不然真的要没了，抬了好多手。啊，对，没想那边有两个桥是吧？那个就难守了。其实主要是他们老从我这儿来。他们也是很怕硬，看到我这装准备好了，那肯定就不从我这走了。对，因为就是那个机枪和反坦的话，我得出两份，压力有点大。哦，对，对，因为有两个口，我应该早点帮你修吧，好，这样你会好打很多。没有，主要是你那边那个铁路桥，我以为他们会从中间打，你知道吗？对，我也以为是，我搞了好多那个，那桥下面还有那个浅滩也可以走，结果他们都不走。对对，就其实如果说他们从你那里走。你比较难防，因为你那里那个战场宽度其实比较宽。对对对，但是啊，并没有。对，而且你那里也没有房子可以做掩护，主要是。嗯，是是，但是。